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私聊老师即可。所谓的美玉纹指的是贯穿于无名指的指尖到指根部位的一条竖直的长纹，常有此纹的人大多很有才华和艺术天分，学习能力比较强，表面看上去性格比较温和，但实际非常的偏执，比较注重自身精神层次方面的享受和提高，而且善于学习和总结，总是在不断的完善自身，提高自己，使得容易因为某一项自己所擅长的艺术或学术方面而成名，获得不错的美誉。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